我们把这些拍照的控制一下。 狙击手，迅速就位。 清楚没有？什么情况？好像是老式电雷管。我知道是雷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能是真的。真的？不确定，也有可能是塑料玩具。站住！负责给他出来！站住！郑副社长，不要！我来了，我就是你点名要见的。 新疆市的副市长郑刚，你有什么要求？你爸就敢走到车跟前去啊？你挺孝顺啊，站在这儿够远够稳的。跟胆大没关系，我只考虑爆炸半径。抬不好，老子把你们都砸死！砸死你们！砸死！不要冲动啊！把这个喇叭给我拿过来，拿过来！给他送上去。快点！慢点，慢点！除了喇叭，其他东西都不要。 站住！站住！摔进来！摔进来！哎，快点！快点！哎，你要不要喝口水？我叫人给你送口水去。你冷静点，咱们慢慢谈。不好！听我说，这里头有妇女和儿童，你让他们下来吧。 我陪着你在这儿慢慢谈。不行，一个都不能少。你家里也有老婆有孩子呀？你想一下，妇女儿童必须下车，我再跟你谈好不好？你让他走，让他走，走，走远点，快走！哎，走了，走了，走了。 我们还是有诚意的啊！听我说，你走到这一步，肯定有你的原因。妇女儿童必须下车，不然我不谈。慢点，慢点，慢点！拦着不能动！动！哎，拦着不能动！ 女的和小孩都下去了，看到了呢。谢谢你的配合。现在说吧，有什么条件？光这两句话，说完了，我就把东西给你们投降。说吧，你其实就是个坏人，市政府里的坏人。说完了，说两句就是两句。 今天故意把事情搞大，就是要把这些话让大家都听到，让记者听到，让领导听到，就这个目的。无论你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无论我是不是有资格在这个岗位上，你都不能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安全。你要是说话算数呢，你现在就把提包交出来。你听我说。 你现在把提包交出来，事情就不大，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你说的事情不大，嘿，你这家伙，我副市长的话你都不信呐？我保证。好，老子就信你一回。哎，你拿稳点儿。炸不了，我老子都不怕，你还怕？ 我早就说他那是个假的嘛！来，你过来拿。好，我来了。慢点啊，小静，对劲。干嘛？他那是红点儿啊。
很多市民关注的昨晚发生的公交车爆炸案，今天有了新的进展。下午，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初步情况。这次爆炸发生在春义路和人民南路十字路口，时间为晚上10:04。爆炸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没事，目前受伤程度磕了一下。这是政府市长派人送过来的。他没说为什么送这个过来啊？没有。太过。我少吃点，晚上还有饭局呢。外面的饭少去吃，那些人背后都有你爸这儿打算。不是你那个什么慧琳吧？你们俩不可能。不是，我早跟他说清楚了。那你晚上跟谁吃饭？李世田。怎么跟他扯一块去了？不是我找他，他找的我。他说跟你很熟。那就别去。我要去。在我的知识结构里，还缺少对中国富人生活的了解。你跟老子犯浑是不是？我怎么犯浑了？我不让你去，你非去啊！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候，你跟这么敏感的人吃饭，你动个脑子没有啊？真像单位里说你那样，猪脑子，傻子。你知道这爆炸案跟他有关系没关系？啊？是郑刚的儿子，别干那些让我丢人的事儿。养子而已，没遗传你好的基因，就算给你丢人了，你也不用那么难过。妈跟你出场了，要是领导跟我都没法下台。刚才那句话，你以后要再说的话，我替你爸抽你。我马上上台了。啊。好好谈。嗯。哎，爸，你知道吗？这是尼斯著名的音乐厅，我们学校在这儿开音乐会。你这孩子马上快生了，也不办婚礼，赶紧回。你别看手机听着啊。我听着呢。免提。好好啊，一直免提，放心，一直听着。哎，爸，你一定要听啊。好，现在就开。嗯。苏科长，哎，你好，久等了。我女儿，法国尼斯弹琴呢。然后介绍一下，北岸区的李主任，你爸政副市长的老朋友，苏建明，政副市长的儿子，杨子。我们很熟。谁不熟？我不熟。李志田。还有谁不熟？是哑巴。他是我表哥。小时候他们家跑船，好有钱，每天都吃肉。我们家穷，小时候他个儿比我大，没少关照我，抽我嘴巴子，钻裤裆，啊！过年我去他们家厨房，他就给我丢那个米粉肉的肉片，看着我在那地上爬，啊！每丢一片就喊下去，够砸住。我都响亮的回答在，狗杂种在，是不是？他听得见。后来我有钱，我就把他们家船给买了，让他给我做饭，还是在一起吃米粉肉。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能再喊我狗杂种了，舌头割下去一半。开玩笑，他生病，声带烧坏了。今天呢，吃个饭，主要目的呢，给你看个戏。
看什么戏？来，老李，嗯，你先看，然后小苏看。哦哦，看边上。哦，好，边上去看。老李，我哪里做错了吗？我哪里有得罪你了吗？你就这样为难我吗？这种东西可以上交，也可以不交。那你究竟让我做什么嘛？都是好朋友，肯定互相帮忙啊！啊！哎呀！谢谢。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尽管开口。就怕啊，有人把这个手机的内存卡拿去恢复。我可不可以把它拿走？可以啊，拿走。用手拿，右手。在这个鱼环飘上来之前，拿走。威胁他？威胁你了吗，老李？没有威胁，没有威胁。他是在帮我，他是在帮我。你不要管，你不管就是最大的帮忙，你不要管。啊啊！我报警！不能报警，不能报警！松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松开！今天演这个戏什么意思啊？听好了啊！第一，你爸把那个爆炸案的视频给我送来了，你告诉他，那爆炸案跟我没关系。第二，你也看到了啊，这个视频，你回去问你爸，他要。那我也告诉你一句，今天你让我来，是个错误。多了个敌人。来，李主任，走，去医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两个一律是，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里是中国京江市的交通集散地。90年代，一个叫黎志田的年轻人，他的职业是我们所称的搬运工，决定与同为搬运工的另外四个年轻人每人出资70元，组成一个搬运小组。30年之后，由黎志田担任总裁的金武集团，已经成为跨越房地产、物料仓储、酒店业、矿山、娱乐业、旅游等多个产业的综合集团，年销售额达到475亿元人民币。黎志田年轻时用过的那根竹棒，后来成了金武集团的镇宅之宝。什么年代还这么土啊？换一家广告公司，里面别老提我。我前两天去体检，确实老了，所以我决定退休了。继任者由董事局选举投票决定。我个人呢，暂时推荐戴维，应该把公司交给年轻人，哪怕他们还不够成熟，不经历风浪怎么成长啊？对吧？阿唐，你说呢？
虽然我是当年这五个搬运工当中的一个，别人呢都不在集团里了，但是我从没想过我当头头，我也当不好这个头头。老林，你说过我善于守城，你的安排是对的。戴维很优秀，而且是家里人，放心。但是呢，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说，你赶紧把他跟莎莎的婚礼办了，要不然我们就得先喝孩子的满月酒啊。政务市长。哦，李总，李老板，来坐坐坐坐坐。听说昨天演了一出鸿门宴，霸气得很呐。闹着玩呢。哦，闹着玩的呀。闹着玩的。哦，那好吧好吧好吧，来来来，把你手机扔锅里，来，我来捞。我们两个也闹着玩一下。说了闹着玩嘛，你还当个事儿。手里头肯定有拍我的视频吧？怎么可能呢？你太过分了！你玩出圈去了！哎呦，你们父子两个怎么都喜欢掀锅呢？拿来，什么呀？拍老李的视频呢？你肯定有备份吧？有。这本来就想给你的嘛，就这一份，销毁不就完了吗？小程，李总送来一份举报材料，你把它交到市纪委，讲明来源。李总，你在这金江很嚣张啊，但是我得提醒你，就在你自己那个圈里头啊，你在我面前，在人民政府面前，你什么都不是。老张，老张，你把那个爆炸案的视频给我送来。到底什么意思呀？咱们打交道这么多年了，至于吗？对呀，我也想问你呢，至于的吗？都动了炸药了，你现在是法治社会，你往我车里放包毒品就可以抓我吗？证据呢？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那爆炸案跟我有关系呢？你要证据哈？好，等着。嫌疑人孔三顺因参与暴力拆迁犯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等，3年前入狱，在狱中身患肝癌晚期，5月16日从12间保外就医，窃得炸药制造爆炸案报复社会，包括他本人在内1人死亡3人重伤。因嫌疑人已经死亡，我们通过对社会关系和通讯录的调查，没有迹象表明有同案人员。你这个咳嗽信息量挺大的，怎么你不同意文队的看法？不同意啊。为什么？我要说了能让我主导调查吗？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说了，我的意见不重要，不重要。本来就不重要，郑市长是案件的关系人，你要回避别瞎掺和。所以啊，这案子我参与，他破案快。建明，先说说想法。这是无人机拍摄的当时现场的画面啊，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放大啊，对，通过这个表情我们可以判断出犯罪嫌疑人他当时也不知道这个炸弹要爆炸。你们看
他这个眼神，看红点这个眼神，意外、惊恐。还有，通过对现场爆炸物碎片的分析，结果说明有人想通过手机控制爆炸，他就是个棋子，有人想利用他炸死某人。谁？他想跟谁对话呀？有人想炸死郑副市长。办案思路，谁打的电话，谁就是凶手啊。大概用多长时间你可以找到打电话的人？如果运气好的话，明晚9点之前。这牛吹大了吧？啊，不大。你有把握？75%的把握。那行，明天晚上9点，还是这些人，我们在这儿碰头。如果你找到打电话的人，我就满足你提出的要求。你自己出风头就算了，别把我俩也带进去啊！我们又没背景。赶紧把实时监控给我调出来啊！春义路十字路口，多角度。不是，这跟你查电话有什么关系吗？我们看这干嘛？别打扰我，我有我的思路。你破过案吗？抓小偷也算啊？那跟踪女朋友发现她劈腿算吗？你说算吗？科长，你破过案吗？他跟你有些不同呀，他是甩女朋友。炸弹是在特定的时间爆炸，不能早也不能晚。现已知犯罪分子本人并不知道炸弹要爆炸，由此可得。有人利用了他远程控制引爆。这人在哪儿？肯定在现场，不然他不知道什么时间引爆。现场什么地方？来，激光笔射到的地方看见了吗？5月22号深夜，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特别指定要求入住江汉酒店204房间。他提供的身份证是假的，但是我们通过当时监控他的面部特写照片和复印的照片找到了他的身份。刘明利，新众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旗下还有一家拆迁公司，拥有爆破资质。这意味着他更容易搞到炸药。还是有点牵强。523爆炸案之后呢，他本人失联了，至今下落不明，这能说明问题吧？这次爆炸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面也高度重视，要尽快破案。个人觉得这不是练兵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案子？我想当一名真正的警察。怎么，技术科就不是真正的警察吗？我不是这意思。没说。正像文辉说的，这个案件极其重要，专案组也需要加强。那我宣布一下啊，从现在开始，苏建明同志正式主导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搞技术的怕是经验不足吧？啊，你弄你的，苏建明单独调查，跟我汇报。啊，你说让他进专案组锻炼锻炼，我是没什么意见的。哎，你倒好，还给他来个副组长，有什么事还得单独向你汇报。那别同志这么想。我觉得建明办案有两下子，你看，注重细节，包括执行力，我看好他。好跟吗？没问题，3条线，一路监控黎志田、刘峰、David， 一路盯刘明丽老婆，还有一路就是你要求的这个。这个是刘明丽扔下的车，你认为他还会回来开吗？我们还发现一个东西。这谁啊？这不是黎志田女儿吧？新能厂的人物。这说什么呢？你不是会读唇语吗？这还用读吗？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我们一般管这叫偷情。
这次督导组下来，我们要考察一下市里的干部情况。所有的调查工作，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的配合。你没听明白。要考察干部情况，是考察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都包括。我上个月去了趟广清县，我想调查我的亲生父母，我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没这个必要啊。当天你跟我说，他们叫苏志浩和王立芬，在同贩毒集团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去调查了，他们没孩子，我不可能是他们的孩子。这有那么重要吗？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不是缉毒英雄的孩子，我是毒贩的孩子，是吗？你是我的孩子，那为什么从小到大你一直瞧不上我？你给我听好了，不管是英雄还是毒贩，我只知道你是我和你妈的儿子。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不会变。这个跟我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相关嫌疑人刘明丽现在失联，请贵公司协助抓捕。我只问一句啊，这是我们的事儿吗？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吗？不是。那不好意思，这个忙我们帮不上。这个忙是帮不上，还是你们不想帮？怎么就单单的找我们公司协助调查啊？是因为刘明丽担任法人的新众商贸有限公司是你们劲舞集团的高度关联公司。高度关联公司怎么确认的？复杂的股权关系在这里头。你以前在美国学过金融吧？喂，哎，你说，啊，不好意思，我不敢大声说话。股权是股权，人是人，你们这根本就没道理啊！好，明白。啊？所长，现在你让我叫人，可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在哪儿啊。我误会了。哦，人我们已经知道下落了。我们说的协助呢，是指在抓到刘明丽之后，需要你们配合我们后续的调查取证。哦，明白。我们会再回来的。欢迎再来。我不理解。懂了，什么呀？智商不够，就听安排。那拜托你这些高智商的人跟我们这些低智商的人讲讲呗。我们来为了输入一个指令，现在等系统反馈。那咱们现在还在车里干嘛呢？等着。
最烦你这种自以为是、什么都不跟人商量的这劲儿啊！看什么看？刚好。慧玲姐，你给解释一下呗。你听着啊，这叫打草惊蛇。黎志天看我们那么有把握抓人，不管他相不相信，他都要查证。但又怕我们上技术手段，就必须派人过去通知刘明丽。所以，只要咱们能跟着 David， 就能找到刘明丽。对。咱从另一口进去。好。他一定是给刘明丽留了什么线索。孙红阳，下去看一下。苏科长，要不要找管理处打开的？不用，我看看。坏，不该下。我们被反跟踪了。已经明白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刘明丽在哪儿。一会儿你们先走，我还有点事儿。黎志田这艘船，早晚会沉。看看这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我相信你。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了，将来船沉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因为你爸是正副市长，跟这个没关系。你跟刘明丽熟吗？还可以，都是正常交流。有其他细节吗？他托我在美国帮他打听一种药，我给他找了些资料，就这么多。真没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什么药？
怎么又来电话啊？又想你了呗。又忙，马上不就见到了？你机票买了吗？买了，航班号已经发给刘峰叔叔了。那孩子好吗？等着见老爷呢。哎爸 ，Debbie 怎么样？行吗？还行，还不错。爸，他行的，给他机会，他是我老公。会的，会的啊。你胖了没？胖了，吃的有点多。亲爸爸一口。嗯啊。行了不？收到。来，进来。哎，建明，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督导组的陈组长。哦，陈伟民。哎，你好，苏建明。坐。哎，你就知道这案子不简单，上面就来人了。是这样，明天刘明丽指认了背后的指使者李志田，我们就直接把李志田控制了。然后呢？啊，什么然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案子会很顺利？是有什么新情况？中央这么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仅动员了政法各单位、宣传组织、纪委监委、各党政部门都投入进去。为什么？因为它很复杂。具体到这个案子，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啊。那建明，按理来说呢，这个案件你应该回避。但是考虑到你身处这个特殊的位置，能够观察到别人所观察不到的一些细节和信息，你要处处小心，保持对一切的怀疑。一切有多大？所有人，包括我。那在这盘棋里，我是什么？卒，一只能过河的卒。过河的卒嘛，就是只能进不能退。要是什么都不说，我就不去了。我到那儿告你行吗？行，再让你装最后一次神秘。一会儿你们听我安排，你们把车呢停路口，把车灯熄了，有事儿咱们对讲机联系。如果现在去搜查车，他立即就会知道，他一定躲在这附近观察。我跟你们说啊，刘明丽肯定不在这儿。刘明丽在这儿，这车是被人放这儿的。引咱们来抓他。对，有人想交出他。谁呀？你又给我装是吧？刘明丽要找的药 ，risperidone， 中文名叫利培酮，是美国一种治疗精神病的药。我调查过，她身边没有这样的病人。刘明丽的家和酒店都被监控了，所以她必须找一个秘密的地方住。而这个地方，有一个得这种病的人，就在这个车周围1公里的地方。所以你推断出，咱们市得这种病的人很少，都在这单子上。这附近有3个人符合。文队，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先去核查一下，你们再等等。谁啊？派出所的，核实一下信息。开门，派出所的。来了，别动啊！你好，这是我警官证。刘美丽，刘美丽，出来吧，我们是警察。这一片所有路口都有警察，你跑不掉的。你要是拒捕的话，我们怕伤着孩子。刘美丽，我们知道有人拿孩子威胁你做一些事情，孩子今后的人生还挺漫长的。你是相信公安机关和政府给他的帮助和保护，还是相信其他人？你干什么？美丽，美丽。莎莎，哎，喜欢哪一款婚纱呀？嗯，我没意见，都挺好。David喜欢哪个就哪个。还是看莎莎喜欢吧。你是一家之主，该你做主的你就要做主啊。对啊，你是一家之主。你的事情其实不算大，我都了解。只要你坦白的话，一定会宽大处理的。你再好好想想，他们都要灭你的口了，你还有必要替他们隐瞒吗？
刘明丽交代了。明天晚上7点，我给你口供，我会给你们说幕后指使是谁，时间、地点、人物，全部。没事。你在家到底吃过饭没有？对付了一口。来。嗯。穿小鞋的事儿虽然给你解决了，但是你啊，也得从自身找找问题，啊？嗯。在单位人事关系相处怎么样啊？业务能力强不强啊？还要不要继续学深造一下啊？你都得琢磨琢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哎，有人托我照顾你啊。谁呀？你不用问了，你也没必要知道。上一辈人的事儿。你手机呢？要我手机干嘛？放心，不会打开看的。这是透明的硅胶壳，很薄，拿着也很舒服，别人看不出来。在这儿你可以放松，不用一直提防着什么。啊，是，我吃好了，我得走了，还有事儿。下次什么时候来？打电话吧。你会一直保护我的，对吧？搬这儿来了，啊？怎么样？这灯光像个迪厅。新房子装修呢，在这儿先过渡一下。这儿安全吗？没问题。别乱看啊！你这大半夜的来找前女友，不会是来怀旧加抒情的吧？没有，睡不着觉。那挺新鲜的啊。你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过，也没什么事儿，就正好路过来看一眼。你给我站那儿。他
躺下。说吧，怎么了？不对。什么不对？什么都不对。谁跟谁不对？523爆炸案，如果真是要炸死我们家领导，这中间偶然性也太大了。劫持公交车，那么大动静，只为说两句话。紧接着刘明丽就交代了，那么细就行，甚至精确到极点。这一切背后好像有某种关联，你觉不觉得？觉不觉得，这更像是一场表演？行了，别说了，有些盒子，你压根儿就别打开，这一旦打开了，谁也关不上。咱俩的事儿，我爸妈不同意，不是主要原因，也不是你的问题。我这人吧，就很难跟别人走近，朋友也好，谈恋爱也好，把门锁好。爆炸案跟我没有关系。嗯，嫁祸于你而已。谁干的？我。一直都是我的人，所以人们会相信他一定是受你的指使。他怎么会听你的？是人就会有弱点吗？那就凭他的口供就能把这案子做实了？你没有通话记录，有资金往来，有股权关系，这些就足够了。明天晚上7点，刘明丽的口供和证据一出来，就可以批捕你，妄图杀害领导干部，危害社会，罪大恶极，最少是个死缓吧。你想要什么？你走，走，去国外。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都不听。那对不起了，我只能出此下策。逼我走。到了该收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就过了这一关。你我二人，必须得有一个。明白。没事儿。那我要是不走呢？爆炸案。就是给你准备的，反正我跟你说句踏实话吧，要走你走，我李志田不会走。我他妈跑到一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岛上干嘛呢？晒太阳？我就是死，
也会死在这儿。啊，你有什么招，你尽管来。等等，还没说完呢。不想走还有一个办法。你说。年初的时候，我介绍你和一个叫高进的人谈生意。哎呀，你脾气大得很呐，把人给轰出来了。老张，我不是不给你面子，这生意不能做。就那高进，让我出22亿，买下他人董事长的中创汇泰60%的股份，然后再跟他的影子公司合作，等于是再送还给他。一倒手，这48亿就进他口袋里了。你也不吃亏呀。高进会让你在别的地方赚钱的。老张，至于吗？钱外有钱，官上还有官，没个头，你不腻吗？上面已经开始查我了。你帮那个高进，就等于帮你过关。是。是。明天晚上7点，你跟高进把合同签了，刘明丽就什么也不说了。那后天晚上7点呢？大后天呢？好，你赢了。他人在这儿，你跟他见一面。失礼了。老听老邓介绍李总，有实力，人缘广，屁股擦的也足够干净，是个聪明人。明天晚上7点，在威斯尼签约，合同早就准备好了。没问题。以后啊，谁也少做，咱们都合作。时间：6月10日19点，地点：金江市人民医院住院部17号床。我是市检察院赵国强，根据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对嫌疑人刘明丽的谈话录音。7点钟到了吗？到了。你这个人有点不地道，早上说为了安全，特意给我换了个新病房。墙上还多了个钟，时间倒是和那些医疗器械上的时间是一样的，但你忘了一点，给我换药的护士，她手上的表被我看见了，钟上的时间整整快了30分钟，我说过的，7点钟。为什么非得是7点钟？我这个人有强迫症，你管得着吗？
政副市长，李志田他们到了。差不多了吧？快了，这几个数据核对好就 OK 了。那这个，他签字了。李总，走吗？七点都过了，你到底说不说？今天不想说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老子心里烦，怎么了？停。推他脸上去。快给公安打电话，让他们带上人，立刻前往人民医院。是。那我们下回再来。走了。辛苦。哎，爸，听着，你马上离开病房。为什么？我这还有工作没做完。去一楼，公安和特警马上就到了。大队，大厅警戒，一队跟我上。
松手！别跳，别跳！过去，不过去，过去！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急，别急，没什么大不了的，咱有话好好说。别跳，好好谈谈咱们。听清楚，有命令强迫我们搬迁不给钱，我们气不够，今天是来讨债追新的，是吧，刘总？你别急，咱谈谈。走喽，见阎王去喽！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你没做错。还继续吗？你看看你，嗯，这才哪儿跟哪儿啊，你就抑郁上了。就不是个卒，我是卒还能一步一个脚印呢，我这匹马一匹瞎马。这是什么意思？想撤？你们都把我当棋子啊？那黎志田好像知道我在干什么。那副市长提前打电话把我调出来，那明显也是知道什么呀。您高深莫测，运筹帷幄，我都不知道谁是谁，我就是一个棋子，我能不抑郁吗？棋子，棋子不入棋盘叫棋子吗？你入了棋盘才能了解情况，对吗？我相信你的觉悟，对最终结果你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你相信吗？我当然相信。现在最后线索都断了，没法继续了。说说你的看法。我没他智商高，但我有一些直觉。嗯。可能会有点不靠谱。嗯，没什么，你说说看。就现在，好比有一口锅。哎。然后锅里边有水，然后底下有柴火往上面呼呼的烧着，终究会冒泡。你的建议，等，有点意思。等，嗯。幸亏这 DNA 报告建明还没有看到。老子让你把事情处理好，你故意留一手，你今天拿出来对付我是不是？下边人干的烂事，你想复杂了？你想让我相信这是偶然呢？这就是你狗东西精心安排策划的。你又想复杂了？这个时候冒出来他妈的是天意，是告诉你我们俩是一条船上的人。郑副市长，你非法持有武器，你拿着枪对着我，你打死我，你怎么活？啊！
你怎么活？有事儿？你还是自己看吧。戴维跟另外一个女人开房，在之光酒店。小姐，不是，刘学贤的老相好，回来以后又勾搭上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今天下午。烤一份给我。期什么时候？6月17。打算什么时候住到医院去啊？你不想去医院，我就想在酒店。莎莎，别任性，这怎么行？也不是不行啊。把设备、医生、护士都搬到酒店来，可以吗？当然。莎莎，先去休息。哦。我跟戴维谈点工作上的事儿。行。哦，慢点。嗯。嗯，谢谢爸。小雨华，去吧。小心点。嗯。什么事儿啊？像我们这样人啊，在外面做事儿，有时候难免真真假假，骗来骗去的，对吧？但是，人家要是信任你了，把你当自己人。把你当亲人了，那你就不能再做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了，就不能再骗人家了，对吧？我把这个叫忠诚，这也是我的底线。爸，我对您绝对忠诚。闭嘴。听我说。明天我会公开宣布，派你去洛杉矶出差。我让你回来，你再回来啊！段莎莎马上就要生了。闭嘴！之后我会给你一笔钱，你给我消失。消失？什么意思啊？你说呢？那莎莎怎么办？我是她老公，我是孩子的爸爸。你不再是了。记着，今天晚上跟你说的话，敢向莎莎透露半个字，你知道什么结果？
喂，是2588吗？你要的麻辣烫到了，你下去拿一下呗。我准备好了。戴文呢？古田路大排档。这个事儿我自己来。咱们要不要先查清楚？能拿到这点卡的，还有哪一个？啥子？我朋友也是，你看到没？哎，你找茬是吗？屁话有点多。你弄狗骗你弄！你他妈再说句，信不信我弄死你？来来来，弄死我！来来来，我这么恨你！来来，我这么弄死你！去去去！过来，老子听不到。
哎，这个你嘞，这是你嘞。哎，留顺子，活半斤，你几个，活二两，酒后的欧嘛。扳手，在工地上到处都有嘞。还有这把刀儿，一定要磕到他手上。留顺子嘛，做8到10年，你几个呢，1到3年。还有这个存折，都看清楚了噻。嗯，好了，我先帮你们收到。老板，我老爹下个星期修房子，你让几个兄弟伙去看一下噻。你是不是傻？都300万了，还修啥子房子哦？那片没有监控。自首的4个人轮对在审，口供、大排档监控、证人证词都能对得上，真是天衣无缝啊。喂，你给我打这电话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对吧？可惜呀、啊，可惜了一个好女婿。是你指使的？哼，幼稚。他是因为太害怕你了，想给自己找一条后路。你想过没有，就凭他敢动手杀你吗？他的条件足够上位吗？想动手杀你的人外部有，内部有，大有人在，也包括我。你那个冤死的女婿只是一个被吓破胆的年轻人。老黎，老黎，惊弓之鸟，杯弓蛇影，你慢慢等。大姐，好久不见。张姐，啊，去买2斤肉馅。哦哦。当初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老郑绝对走不到今天。现在老郑很强硬，也很不理智。其实啊，论政治眼光，姐，你比老郑强太多了。所以呢？一个，我是不希望老爷子资源介入进来，免得最后都无法收场。另一个，姐，我希望你能劝劝老郑。劝他什么？没必要两败俱伤吧。你没听说过，但凡当老婆的都不好惹。他们一般是2种人，一种是跟老公背后默默支撑了几十年，让他能够全力以赴在外面摸爬滚打；另一种是老公自个儿在外面卖命，他们已经忍受了几十年不被打理的日子。所以，不管他们是哪一种人，能够来威胁他们的东西不仅不多了，也许他们比男人还坚强。所以呢？所以你给我滚出我的家！再送你4个字：士农工商，明白吗？明白。明白就好。
滚吧。好。姐，这么多年，我一直叫你姐，没叫过你嫂子。你知道，我一直很尊重你。今天这事儿，你也别怪我，就当我没来过啊。这个呢，也不算什么，我也没什么用，偶然拍到，留给你。这什么时候拍的？两周前。让他消失，能做到吗？能啊，姐，走吧。太笨了！什么？我怎么早没想到呢？赶紧查一下当年本市非正常死亡的名单。不是查过了吗？都有下落。再查，有下落也不行，一定要比对 DNA。为什么呀？火化室有人掉了包。上面的信息您可以核对一下。苏警官，小薇就在那边。朱莉是歌剧舞剧团的歌唱演员，十几年前从团里辞职下海经营茶馆。她是你的姨妈？她一直未婚，你现在是她唯一的亲属。资料显示呢，你姨妈是2004年车祸去世的，当时交管局给的结论是轿车失控撞破护栏沉入江中，肇事司机逃逸，调查无果，尸体呢损毁严重，做了 DNA 检测之后结案火化了。但当时火化的不是你姨妈，照片上的才是。之前你在交管局留有比对的 DNA 样本，经我们比对，确定这具尸骨的 DNA 跟你有血缘关系。是谁把我姨妈的尸体藏起来的？火化的又是谁？这个我们还在调查。你姨妈认识这个人吗？不知道。请你仔细回忆一下，你姨妈出车祸前后有什么线索吗？线索？对。我回去想想，请你一定要仔细想一想。你姨妈被埋在黑暗里那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她的遭遇，她应该得到正义的伸张。如果你想到什么或者发现什么，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在市歌舞团的档案馆找到了你姨妈当年演出的录像带，我们拷贝了一份，我觉得你可能也想要一份。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一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喂，你好，我是杨小薇，是苏警官吗？是我。我找到了我姨妈当年的老手机。小波知道。我现在就从郊区往回赶，手机的事跟谁也别说。在哪儿找到的？一定把它放回原处，千万别动，记住了啊！别出去，在家等我啊！好。没事的，老李，今天晚上啊，你就当上外公了。老郑，老郑，什么指示啊？你不是说咱俩是一条船上的人吗？现在风浪来了。不敢当。您是大船，我们是小船。当年没找到的那部手机出现了。如果建明打开这部手机，不管是大船还是小船都要沉。好吗？谁他妈让我讲义气？我来管。你记着啊，风平浪静过后，你再把我推下水。谁的电话？可能是苏科长，他一会儿就来。师傅，快点！在姓苏的来之前，你把手机给我，我就走。不给的话，哼，先奸后杀。能不接电话？哦，局长，建明，你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咱们说的那个锅里的水泡，我可能已经找到了。要是顺利的话，一切在今晚解决。那个水泡确定吗？可能吧。可能，那就再等等。建明，你那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左右，我跟您汇报。好的，我这边特警、交通、通信几个小组都做好了准备，我们随时联系。好。哎，注意安全。收到。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那种情况下，这个女孩可能保不住。不行啊，
哎，这是前提啊。你再想想办法。你让他把东西拿出来，但是不许碰他，听着没有？吓尿了是吗？没事儿，我不嫌弃你。你们俩，你的电脑。我知道你的银行账号，送给他。出去！不准撕胶布，听到没有？来，你看啊，这是200万。你把手机交出来，然后自己按这个确定键。一口酱，你其实什么都不损失，用它还能换来你的好生活。这种场合我经历的太多了，没人能坚持到最后，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设计的。最后一次，我希望你明事理。1000万，拿好钱，远走高飞。局长，来，请坐。领枪手续，我同意，按照你们的方式办。特警已经待命。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我觉得他拿到手机了。他怎么拿到的？不知道。就在刚才，他敲开了一家手机店的门，买走了一个老式的充电器。到底该怎么办呢？绝对不能让他打开这个手机。你给我听清楚了吗？也绝对不能碰他。
知道，我盯着呢。还有，那女孩也不能碰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也不能碰。那我到底该听你们两个哪个的呀？啊！我到底该听哪个的呀？听我的。哦，姐。赶紧充电！为什么不先去局里？你这离得近，我必须先确认一下。他们居然跟来了！快给局里打电话！放心，他们现在还没打开手机，他们走不了。他们现在也没法跟外界联系，瓮中捉鳖，那还等什么呢？要快！哎，老板，现在游船多，容易被发现，弟兄们都堵在船头上。是。手机座机全部屏蔽了，只能打我这个专业卫星电话。这一格信号都没有，太奇怪了。这个你打通了吗？一格信号也没有啊。他们肯定用了信号干扰器，而且这还是个铁船。你看你住这地方，要不等这条船过去了，兄弟们就动手，行不？李总，医生说胎位不正，有点危险。到医院再调医生过来。老板，把妇产科的人全部给我叫过来。等等，再等等。有充电宝吗？什么？充电宝，快！枪哪来的？局长。不是只有打电话才能叫来人。老板，开枪了，动手！咱们现在孩子的位置不正常，需要把他站成枕前位，好好配合我好吗？好，放松啊，现在不使劲啊，不怕，别慌。好，可以使劲了，使吧，使一个我看看。非常好，
爸，没事没事没事啊，早爸在这儿呢，勇敢一点啊。没事没事，妹妹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刚刚联系上，他手机丢了。怎么干的也不说一声。深呼吸，深呼吸。他知道吗？知道。他呀，在洛杉矶着急着呢，放心放心啊。放心，没关系没关系。哎，老板，几十个房间，要你现在赶紧走吗？走，还等什么呢你们？他没走。拿着这个，把枪给我。不要阻碍我保护你的机会。我们一般管这叫爱情。看着，老白，打到两三个了。
还是冲不进去呀，老板，他打开手机了。 撤吗？手下的人可没轻没重啊！讲不讲？当年你要把他抱回来，我是不情愿的。但是我把他养大了，他也是我的亲儿子。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妈妈这段话。建明这个名字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给你起好了。不管以后你跟谁姓，名字是妈妈给你起的。希望你能见到美好的明天。妈妈天天想你，特别后悔当年把你交出去。正刚永远不敢承认你是他的亲儿子，他不配当你的父亲。 妈妈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太相信他了。现在我终于醒悟了，他其实就是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他跟林志田勾结，有很多不能见光的黑幕。今天，我最后一次去跟正刚谈判。如果妈妈万一有不测，凶手不会是别人，就是郑刚和林志田。我这部手机文件夹里。 有他们勾结违法犯罪的证据，建明，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忍不住了，老李，正当让我杀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总会认为我最后会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你曾经说过，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警察。李志田，我不是提审，只是来看看你。这孩子有半岁了吧？长得还真有点像。提醒你，那里面不光是只有郑刚的事儿，还有很多人。你要想好了，你要不要打开？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打开的。
等一等吧，还有希望，脸上。